推荐一套博泉雅面膜组合，淘宝人气面膜，亮肤又补水，来自大不列颠岛深海海藻，深入缓解肌肤干渴，被誉为藻中巨人，足量精华为肌底补足营养，短短15分钟，肌肤水分上涨40%。这款面膜采用可食用仙人掌毒肉，消炎解毒，滋养更清洁，促使肌肤焕发全新活力，水水嫩嫩的。山羊奶舒缓晒伤皮肤，玫瑰花提取物可消除色素沉着，在淡斑的同时改善肌肤暗氧问题，双碱适中，温和不刺激，适合各种肌肤。面膜功效要选对，更要用得放心。荧光棒测试完全没有荧光剂问题。